是他吗？ 他就是罗世荣给宋月熙找的保镖，怎么能长成这样？丑是丑了点，而且他是刚从总部紧急调来的特训保镖，手续才刚刚办完。那就委屈委屈我自己吧。我已经请示了领导，为便于开展工作办的招聘递换上去了。这是你的工作证。哎，这小子看着多养眼啊！嗯嗯嗯。 抢我东西，你找死啊！嗯，哎我，哇，有两下子。